倒是屏东再度出现了新型禽流感确诊病例，高树乡一处养鸭场23号发现有鸭只感染了 H5 新型禽流感，现场立刻进行大规模消毒，今天早上也进行了大规模扑杀，一共扑杀了超过3000只土番鸭。防检局是呼吁各个业者除了做好消毒工作之外，也配合防疫机关主动筛检，如有隐匿疫情的情况，将依法处以3到15万元罚款。